從九龍沙漠遇到一批武裝人員，將佢哋一批外國人同當地人分隔開。當時心裏好驚，以為要再次落入恐怖分子手中。好彩原來係保安部隊控制佢哋到安全地方。呢個聲稱同阿爾塔達有聯繫嘅武裝組織已經成功發動襲擊，話係要報復法國對馬里伊斯蘭武裝教軍事行動。美國已經下令接走當。